手中去采台北报道，前哥们不幸因癌症病逝，享受74岁。郎祖云亲属已过世的父亲郎成林跟钱德门交好，所以钱德门一见到他就喊女儿。不料金传来病逝噩耗，让郎祖云十分震惊，外界也才知道郎祖云与钱德门这魔亲。更让郎祖云不舍的是，自去年钱德门陷入病榻后，他一直无暇去探视。真是抱歉，我一直没去探望您，被您中气十足的嗓门儿给忽悠了。不知小民一直为病痛所苦，最终他希望钱德门在天上好过，相信父亲会好好陪住钱德门。他说，你们一位耳朵聋，一位嗓门儿大，根本是绝配啊。钱德门是郎祖云如女儿。反射自脸书，郎祖云反射脸书。